谢王小二的三辆卡丁车，谢王小二。我看看，我检查一下。谢阿五的飞机，谢谢阿五。我是斗鱼质检员。谢阿五。不会，超管应该不会警告我吧？我这也没有很大失误。还好吧？哎，凑个地儿吧，这见的这种的比这见的都多了。我看看啊。猴哥。主播的囊肿太严重，我自检一下。赶紧停播去做手术吧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别误会啊，别误会，别误会啊。主要超管都是胡话，我觉得超管不来警告我，先周姐的十张饭卡，还是我爱周姐的十张饭卡。纹身我遮了。看到有一点点印子吗？谢应总的飞机，谢应总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谢应总的飞机，去年是假的，破案了，兄弟们。谢应总的三个飞机，去年我们送了个飞机，今年我们不是，去年我们送了个火箭好像，但今年不太行，我觉得我们送个飞机得了，我们今年来个飞机吧。我来啊，都别动，都别动，我来啊。谁打电话呀？我搁这输密码呢，精神病似的。陈星仔他妈都冲晕在厕所了。没有，今天都没有带衣服。今年缩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只能给他个飞机了。今天不能再扣了，所以没有带衣服，真材实料有保障。且我爱周姐七七七的飞机，谢谢。我没了，太冷了，兄弟，我得对象。猴哥啊，谢猴哥的飞机呀、啊，好久不见，猴哥。好久不见。去年的3月11号还记得吗？谢爱怡宝的优米宝贝送的飞机，谢谢猴哥，还记得不，猴哥？我记着呢，这不记着呢吗？记得曾经给你许下的诺言，记得曾经给你许下的诺言。但今天确实不太行了啊。3月11号。我得对线去了，你们扫这个家呢，我不行了，兄弟们。来个小药瓶，他是药水出门啊，他是不是以为他打露露啊？好亏呀，他为什么敢拉我呀？来，闪现，完哦！
哎呀，好烦这武器大师！我天哪！有个小兵卡了我下位。WA 还是没有，你就喜欢 WA， 下回我就怎么样我也 WA 一下，行不行？抓抓抓抓，这有重印这就别 WA 了，行不行？那 WA 谁不会呀、啊、真是。AWA 不就这样式的吗？还能有个什么东西？你说，这么点东西，剑圣不能每回都 AWA， 这玩意儿弄假，不能这么玩儿。干嘛呀？念咒死了，可恶！跟我来了一波回合游戏，我心已经乱了，我确实有点乱了，我说实话我确实是有点乱了，我得调整一下。我的刀慢了，哎，对了，这把可以来一个能否五杀，这家伙的抠一下按错了，抓抓抓跑、再见，我溜了，劈我呀，别先来个狂战士镜甲，他闪现了啊！完了，压错了，我以为能否杀五个，那我就再给你留一波，不就完了吗？你看我要你那点鱼丸子吗？你看。你那鱼丸赢不赢输不输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以后别老在这等着操盘啊。你重新再压呗，三层邪怒，完了又压错，你给我滚啊，我可不跟你闹了啊。为啥不走啊？
这回走了。其实我想杀他，不过他走了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吃塔皮，没关系，正好稳一点。他的血量，我一个 Q 接上一个 E， 接一刀平 A， 接点炎，他是必死的。但是我就怕他外圈再刮一个 P， 然后我们死了，再跟他换了或者就不合适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波跟他换肯定是不合适的，我们最好是能直接杀他。跟我赛跑，赛跑！哎呀，我早知道我们这早点闪现了，我寻思我不用交闪也能打死他。这什么狗屎运呢？啊！为什么我二速还撵不上他呀？什么原因？疾跑，疾跑比我们大招跑的还快。早点闪杀肯定是杀了，我就不用闪，我直接 A 他一刀他也死。但我没注意我那身上的流血啊。这回合是你胜利了，我们下一回合。一血塔，他的装备现在我们已经打不死了，啊，我们的虚区不够，说是一波能给直接给他打死的，所以我们这波出一个德克萨斯木印，走到下路拿包双杀，游戏结束，塔给他了，死了，中路能不能杀？亚守王也去走了，在这里。梅王也去走，上哪去了呢？打个红吧，我的哈大哥。跳弹咱就不打了啊。那哈子怎么又挂机？挂什么机呢？来，下路拿把双杀啊，先扫一下看有没有眼儿。OK， 没有眼儿啊，这里也没有眼儿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干。那这里更不可能有眼儿了，让他勾啊！就他妈不能给我扛下塔，就在后边瞅着，那杀人能不能跟一下子？真累。你干啥呢？我杀了！你说你连蓝都没有，你上来打啥？去波下路吧。
我马上到啊，勾引一波来。好，嘿，唰，唰唰唰唰唰，卢仙呢？我怎么一玩剑圣就有人挂机？真的是很奇怪呀、啊！赶紧把蓝打了，武器大师马上来。这边有亚索吧，来把亚索杀了。亚索还150块钱赏金呢。索哥哥你在哪里，我来取你的小命。来杀这个吧，索哥没了，就剩个落手了。砍小兵，回头，回家了。先来收集者，收集者出完来个暴击。非得要给我来俩人头，你说我都想回家，就硬要给人头，这怎么整？哎，这回回家吧。硬塞给我那人头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卢仙是不是要来了？呵，啊，去！全收，我上溜了溜了，这可没法啊！你别给我点信号，那武器大师有翼，那落手的右的一匹，没法上。来，挺吓人呐。五杀跑了，不行，那武器有翼没法打，晕着我就死了，那落手伤害就随便打我两下我就死了。哎，走位，一刀。
回头会有落手。一刀，念咒，喷塔 Q。大龙打了，结账。来呀，来呀，干嘛去了？来打大龙啊！来，中路俩碎皮儿，一刀两刀，哎呀，刷不出来，哎呀，露露没大吗？欧巴别打了，打不过了。哎，好像能打过蓝枪，有伤害。瞎眼吧，星石蓝枪咋那么肉呢？蓝枪八成纯爷们儿。我感觉最后一件装备我需要一个青鱼，有没有破甲带暴击？多米尼克宁祖，行，就这个了。咱也不出那春哥了。泰坦是成是烦人了，真的，这泰坦可太烦人了。一点攻速不要呗？要啥攻速啊？要攻速干嘛呀？溜了溜了，嘿，闪现，好击，念咒，走位，死了！哇，这落手好疯狂啊，就一直追我。一刀，抠小兵，抠小兵，可以杀，可以打了，别怕。念咒啊，我怀疑露露可能是有点，可能是有点帕金森的露露。
就是就这么好放大招的时候都放不出来大，就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。他记仇了，他记仇咱也没办法，那我确实救不了他，那我不能说是我为了一辅助我把我一千给了呀，你说是不是？这确实是不值当的，那你这玩意儿呢你不得珍惜。那洛克萨斯之手怎么跟个战神一样？点就可以呗，啊、嗯，行，他可能以为自己很肉啊，但是他并没有看见我这件装备。嘿，一刀，给我下当了。没事，咱可以再玩一会儿，我再拿个五杀。MVP 肯定是有了，我们要不然再来个五杀吧？你们觉得还能不能拿个五杀？再给你们开一个，要不？干嘛呀他？他咋那么能追？你俩能打过吗？追啥呀？开呀！不太可能，那不一定。你们在家，我去一 v 五，可以吗？给个舞台。算了，咱也别开了，我开我现在这个就得结，不太好办。去吧，来了兄弟们，给个舞台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个舞台，别急啊，这泰坦其实都能杀，前面三个大鼬咱们先撤一手啊，挺吓人的。你看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控制太多了，不行了，兄弟们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快跑，快跑，别让他们一波了。哎呦，蓝枪漂亮，
我嘴脸来一次，没办法，那三个大右那都带空，三个空子没法玩，咱就得先找那脆皮儿，但是那俩脆皮儿都没出来，很烦人，很尴尬，赶紧给队友禁言了，社会性死亡了，八点，嗯，九点有啊，那九点呢？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 give me 杀的落手来，嘿，唰，唰，我一刀要下你的命，闪现唰，我一刀唰唰，两刀唰唰，我的五杀呢？那个多米尼克领主好厉害哦，好厉害。